跪姿举腿式，跪坐在地面上，身体向前，手心向下，小臂支撑地面，右腿伸直，将脚尖点在地上，吐气，右腿伸直，由地面向上举高，意念集中在你的臀部，吐气，将腿收回，吸气，向上举起，吐气，慢慢将右腿收回，换方向来做，脚尖点地，左腿伸直，吐气，将左腿向上抬高，慢慢的收回，向上举起，再渐渐的收回，将右腿还原，回到跪姿，调整呼吸。我们再来一次，身体向前，双手手心向下，手臂支撑地面，右腿伸直，脚尖点地，吸气，将右腿向上抬高，吐气，将右腿收回，吸气，向上举起，吐气，右腿收回，换过方向，左腿伸直，吸气，将左腿向上抬高，吐气，将左腿收回，吸气，向上举起，控制一下，吐气，将腿收回，双腿还原，恢复到跪姿，调整呼吸，放松。这个练习可特别的防止臀部的下垂，对收紧臀部和结实腿部有极好的功效。